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，经过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实践，积累了大量的非常行之有效的临床经验。我们有责任继承、发掘、运用这一宝贵财富，把它运用到现代的临床中去。因为现代医学面临着一个医疗瓶颈和困难，有很多的疾病，当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，只要我们到中医这个宝库当中去寻找方剂，拿过来一治，就会显出奇效。所以中医呢，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医学宝贵财产。我们通过搭建这个平台，全世界的中医师和中药界朋友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，把最好的产品，把最好的最新的技术拿来，我们共同切磋交流，这样呢，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，为美国人民的健康事业和全人类的健康事业服务。